下面有宝箱，先找到回去了。这个地方是来干嘛的？哦，只用一次而已。哎，行，糟了糟了糟了，嘿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对不起。这样吧，我现在我来看一下，现在要怎么走？治愈走下楼梯，在右边的商店右边。好像我说在这边好像隐藏的洞洞，大兵。
下去。为什么我这边？嘿，奇怪。我地图明显跟别人不太一样。哦。有了有了有了，青年之翼，回血回超慢。去前进，通过第二个洞出去。这边没有洞口，所以再继续往下。有了，机器，喂，看一下聊天室，哎哎哎哎，安安安安安安，你好，停留在马那吗？等一下哦，您等一稍等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我是用截那个显示器截取，我现在没办法看聊天室，只能透过那个手机这边看。啊，我标题还停留在马纳那边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糟了，糟了，糟了。那就一书，一书二。
YSII。这样，调整一下，设定，这样，调整一下。好，这样应该 OK 了。十分抱歉。对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到第五代。第五代是那个超级练练堂，第六代之后就转战 PC 版，啊，然后七就是也有 PC， 然后跟 PSP， 不过 PSP 比较受欢迎，因为我以前玩过艺术七啊，觉得它这个动作式的 RPG 还不错玩。清出来了，我刚刚还没有截取到录像。感应魔法，看到会飞行的魔物带着人类离开，远远看过去，那女孩子还挺可爱的。我变成动物啦！哎，火花。我踩不到花，PS1 的时空环，时空永恒传奇不错啊，哦，永恒传奇还不错，不过我还没玩到永恒传奇，我之前第一次接触是命运传奇二。寻找饭店，我们去看一下，烤箱是空的，对不起，是我用的。他们说宝箱是空的。宝箱是我开的，对不起。永恒传奇，我有听说过了。时空幻境我后来玩过蛮多版的，不过 ES1 的我还没碰过。最近常常有同伴被杀，你也要小心一点。对不起，是我干的。我要怎么下来？魔力要没了。我好狠哦！我把同伴
我把这些动物干掉。那道先不去，我们先回去。先去各种的冰华路，被活活烧死，对不起，竟然会让我作为玩家有点内疚吧。他们都是非常可爱可亲的动物，结果都被我干掉了。是刚刚那个，对，这边出来的。糟糕，魔力药支撑不够。勇者啊，欢迎你来到诺尔提亚平地。魔力也顶多撑一下子，好痛！我被红发的小子打伤了。我说这洞口是来干嘛？先去补魔，魔不够。
我迷路了，我迷路了。刚才好像碰过面，很敏锐哦。我来去看一下石像。这边小细节做得还不错，手握着空空的宝箱，感觉好空虚。先买五，先去村长。我是来跟你买武器的。宕机，跟小女孩讲话竟然宕机，跟小女孩讲话竟然宕机，你要吃火龙，我现在让你吃，吃饱了没？不演了，下面还有个宝箱，我直接转换成攻略好了，攻略网站。入口处的左下方。哦，好，回到入口处。等一下，不要玩，玩一玩就跟小女孩讲个话，然后就。讲的话就宕机，好，有了，要去有铁门的地方。铁门，
来到一个 J 的地方。Y。要驱动一个，我感觉我走错地方，上去。对啊，这边是进去 X 吗？ X 接出来。哦，对对。我忘记看聊天室了。你讲超多的，因为我在看攻略网站，所以我没注意到。五点多，对了，今天早上我是被震醒的，好像五点半吧，那时候摇超大的，结果我现在那个，我还是不看攻略网站好了。啊，不，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抱歉。刚刚用手机在看攻略网站。希望你有看到。所以说早上地震真的蛮的吓人，因为之前好像也有说五级嘛，台湾最好像有一次五级地震不久之前，可是却没有那么晃，所以我觉得蛮奇妙的。对啊，台北是在台北，然后就新闻就说就有四级，让我有点讶异。啊，四级有这么正吗？算是蛮讶异的。
就是进去那个洞。嗯，对吧？基本上说这次只有四级，真的还蛮少的，还蛮讶异，就是说正蛮大的，却只显示说四级。四级啊，留一滩血水。哦，我去铁门了。衬央书奥外，我是被摇醒的，5:30。上下马上就先开窗户，震成这样，我还想说会不会窗户就这样。嘿，有了。啊，要打王了，先存个档。